来自于哪里？来自这来的。入乡入乡，辛苦的，辛苦的。哦，我来跟你讲，听闻分外是来自于哦，要让咱珍惜咱家己心内的烦恼。哦，啊，这烦恼是对对来，有当时是咱世界人讲讲，食无饱二回，啊，烦恼千万年的代志，就是咧讲安尼。啊，这就是咧讲啥？烦恼家己招来，家己吃，哦，家己招来。啊，思维呢？思所成非的思维呢？思维分法就会当来对治烦恼哦。所以呢，分法有真济，拢是咧教人安怎会当互咱离苦得乐。请问烦恼来的时阵，好还歹？哦，歹歹。歹。敢困会起？哦。袂。真个，人讲来讲，落落生，翻过来，翻过去，吼，翻到要离去的时阵，无人叫。啊，时间久，你身体嘛歹去啊！哦，敢有精神？所以呢，甲咱讲，因为透过咱的思维，思维咱日所来听的这佛法，会当甲咱对治咱的烦恼。但是无我条条拢会讲的，吼、哦。那么实修，实修安那，甲对治尔，无实际的解脱咯。你对治是安那暂时性的。暂时性就是解脱，让你的心较平静尔。后壁敢会阁有来？有，阁有别项代志会阁来啊。所以这都无到根本。哦，只有实修，吼、哦，才会当来根除烦恼。哦，还是来发心。环境来对，人类。咱有想要天天把这个烦恼吼，尽量赶紧解除掉无？有无？有。那是声声音上细声吼，恁的吼，咱话就不爱讲啦。不爱讲啦，吼。来，咱等一下，伊在哪？大家吼，先予咱看一个物件吼，这就是咱房间里的早时啊，拢有在发出来的一个混合。这是咱济公老师甲恁讲的。讲修德必须要有良好的上定的功夫，再来呢，就是讲上定就是清净。哦，现代人思虑伤侪，就是讲想的伤侪啊啦。伊讲啊，讲互你管真宽的啊，迄个到天到什么边到海边，拢你管的安尼，所以想足侪。敢有人甲咱讲啊，讲互你管山管海，管你到海边，管唔到大，就是安怎想伤侪。思虑伤侪啊！思虑伤侪的时阵，烦恼就变侪，因为无可能，逐项代志拢来顺咱的心，无可能。敢若有法度，他拢来顺咱的心，表示咱过去累世所种的因缘，这世人你早着爱成佛，吼、哦，早着成佛啦。所以呢，甲咱讲，烦恼多，想法多，因为有这么复杂的心，所以咱才会生出各种的病。哦，这是咱这公老师甲咱讲的哦，所以伊要叫咱的心尽量好单纯，好单纯，拄着这项代志，处理这项代志就好啊，卖阁想足济，吼、哦，卖阁想足济。所以呢，甲甲伊讲啥，啊那无，请问吼、哦，近60岁以上的，无咧食啥，无有三高咧食药的，请举手一下。60岁以上可以，60岁以上吼、哦，哇。哦，无咧食三高，哦，所以呢，这下就是啥，真正比如吼，无超过60岁，60岁以上，无咧食慢性免疫啦，这个比例太低了。啊，因为人讲，咱这个老师就讲过啦，想想济啊，啊烦恼济，想法就济，哦，想复杂，互咱的心去到处去攀缘啦。哦，所以呢，咱好啊，有看过一句话，伊讲，咱若是要讲我这身躯破病，倒不如爱讲是我家己的心灵破病，因为咱的心灵内底有诶囡仔个啊，囡仔个啊，咱的心，如果若有一条
往一条路，做家己拍家己，你就会产生对一方面的无偏差。所以伊唔互咱讲发展身躯发病，这个身躯吼是因为你的心来引起的。啊，拄仔咱无安就甲你讲啊，是因为咱的心来引起的。所以咱过去拢有讲着啥，莫想之着人以类人性。Yeah.